哇，好多人在这个草地上露营啊！这边的话是广东广州市。好多人啊！这个江边都是搭帐篷露营的，你看。你看一下，可以搭帐篷露营、烧烤、野炊。所以说，广州这边的话，管理更加的人性化，不像那个三亚或者是那个西双版纳，是吧？像前一段时间的话，西双版纳不是还出了一个公告嘛，禁止那个旅游者来露营的嘛，是吧？禁止房车啊、床车啊，不能露营，不能搭帐篷。你看人气非常的火爆，这边是。好多人啊，非常多的露营的。像三亚的话，它那边海滩边的话就不允许搭帐篷，不允许露营。前一段时间那个云南的那个景洪市啊，也就是西双版纳，不是出了一个通告嘛，是吧？说禁止房车、床车露营的嘛。
连停车场都不能停，停车不能超过六个小时，是吧？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自断后路啊，是吧？因为现在的话旅游的话，自驾游的话占了一大半，是不是？那自驾游的话你就想要睡在车上的话是很正常的嘛，是吧？对吧？你不能人家露营的，说露营的人会搞得那个到处脏兮兮的。你看，就广州这边那么多露营的，你看，它地板上也是干干净净嘛，是吧？草地上干干净净，所以这个是素质的问题，是文理这的素质的问题，是。这一路上去都是露营的呢。从这些露营者身上就看得出来，广州人比较懂得享受生活，你是。那个卖冰棍的，绿豆老冰棍，儿时的味道。哇，这个花很漂亮。哇，好美啊，这个花。不行，背景太乱了。哇，我直接还目光还是想要去那边。这种花好几种颜色。这些露营者过得真的是悠哉，你看一下，好像是他们都不用上班的样子，你看一下。因为现在的话都是5点钟左右了吧，我上午来的话就是这么多人，下午来的话还是这么多人，昨天我就来了，昨天也这么多人，所以他们好像是不上班。搞了那么的烧烤，我们是不是等一下要去那边了？
这个花开得很漂亮，哇，蓝色的是。一路上去都是露营的。臭豆腐。雪糕，老冰棍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年轻人特别多。这个人的帐篷很大，你看一下，那么大的帐篷。树底下都也都是露营，这边也是。这些帐篷那么大了呢，好多人了呢。这个露营的很多家建。很多户外用品。
这个地方最热闹了呢。Thank you.